报复性相声，完全政治正确，一反常态。陈时中，一名感恩部长，赞叹部长，苏贞昌智慧，感恩院长，赞叹院长，蔡英文圣人，感恩总统，赞叹总统，感恩赞叹民进党。本来以为三级警戒要结束，没想到又延长了，暂时还没法放松。传出有许多的民众已经在规划解封之后的活动，对，抢先订房，热门景点的旅馆民宿订房率超高，这被称为报复性出游，闷坏了。可想而知啊，这解封之后大家会上街买东西，店家也会相对给很好的折扣，报复性购物，结果买下一堆平常用不到的东西，想必还会有报复性用餐。那是当然，高级餐厅一定客满，大家平常不去，报复性的吃。这到底是在报复谁呀？很难说，我看都报复了自己。有可能，所谓报复性，那一定要一反常态，是跟平常反着干。拿我来说，我平常不在外头喝酒，他其实酒量不错，解封之后我就打算报复性喝酒，哈哈，专门去那些我从来没去过的陌生酒吧，喝完一家换一家，整晚不回家。其实跟我平常日子差不多，顺便帮我左右两边不认识的酒友买单。我可不可以坐在其中一边？平常我不请你，报复性的时候必须请你，一反常态。白天我报复性吃饭，专吃高级餐厅，不，我要赎罪，专门要去那些小店摊贩，多点多吃，给小费，顺便帮左右隔壁桌买单。你顺便也报复性买单，还报复性请客，朋友、同事、同事的朋友、朋友的同事都来。我可不可以？平常我不请你，报复性的时候必须请你，一反常态。防疫期间，我非常注意身体健康。就怕被验出阳性，进而确诊，那就完了。稍微有一点鼻子痒痒、喉咙痒痒、耳朵痒痒，就紧张得不得了，任何风吹草动都紧张。解封之后不怕了啊？因为生活一反常态，结果报复性生病。不用吧？报复性住院，同时报复性吃药。解封之后反而住院，这是何苦呢？防疫期间因为忧心都睡不好，住院之后，哎，倒能够报复性睡觉啊，这倒不错。然后报复性康复，这个太神奇了吧！回到工作岗位，我要进行报复性表演，那是乱演，不负责任。我要演的跟电视偶像剧一样，不用这么反常吧？最后，您该不会是要报复性相声，学长？我待会儿有事儿，我可不可以先离开？怕什么？我负全责，你仔细看剧本，照着念。好，来。啊！报复性相声，完全政治正确，一反常态。陈时中，一名感恩部长，赞叹部长，苏贞昌智慧。感恩院长，赞叹院长，蔡英文圣人。感恩总统，赞叹总统，感恩赞叹民进党。千秋万世直到永远。你不知道我几天都睡不着，爱情好像来得太早，能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，总一个人又哭又笑，以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，其实
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，还有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